两位是自己来吗？对，没错。那怎么这么想不开来看五月天演唱会？不唱一剪梅的哦，为你们带来这个一首《一剪梅》。一剪梅，傲立雪中自己。接下来是蹦蹦蹦的一剪梅，来动词动词动词。啊，我所爱。乐团五月天在台中举办《回到那一天》第二场演唱会，配合25周年纪念翻玩经典歌符号，重现憨人 MV 场景等。阿信更在点歌环节演唱《一剪梅》，成为彩蛋。演唱会到了点歌环节时，石头点到一对父母，阿信打趣献唱《一剪梅》送给他们，接着还有摇滚改编版，将气氛炒到高潮。玛莎笑说，他跟阿信认识超过30年，阿信只有唱《一剪梅》不用看歌词，另一首不用看歌词的是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，笑翻全场。Hello， 你们知道五月天吗？知道啊，知道啊，不熟。今天你们两位是自己来吗？那、怎么这么想不开来看五月天演唱会？今天是不唱一剪梅的哦。女儿买票给我们看，然后爸爸就说那个蹦蹦蹦，我怎么会想要听？那个蹦蹦蹦，我听不啦。听到现在目前感觉怎么样？很棒，就是蹦蹦蹦，其实也蛮好的。对啊，那为你们带来这个一首《一剪梅》。喂。你真的会吗？一剪梅，傲立雪中自己漂亮心间。哦，这个爸爸超开心的哦！哎、欸，他们终于复活了，对对对对，对复活了哦，超开心的。刚刚两个，接下来是蹦蹦蹦的一剪梅，对对对，来动词动词动词。傲立雪中，爱我所爱无怨无悔。哎，好了好了。